书尽出道七年，首次举办个人小巨蛋演唱会 My Best Moment。一头粉红色型发色先生戴上银色面罩，霸气出场，气势十足。3000万打造360度环绕舞台，战袍也非常的华丽，缝了10000片的反射镜，居然重达20公斤呢。我要天，很危险啊！我必须的 double up， 很危险 ，can't can't catch your double up， 小心点 ，I'm a 必须的 double up， 小心点 ，can't can't catch your double up。Action Go 和 Catch Your Double Eyes 等快歌炒热气氛后，毕也要一展他所擅长的抒情路线，深情嗓音让粉丝听得如痴如醉。Yeah.
演唱《You're Gone》这首歌时，歌迷高举限定版注音音乐，让 B 的看了瞬间喷泪，感动到一度唱不下去。这次音乐我很看得懂，上次真的抱歉啊、可能没有经验，对，所以这一次的大家给我的惊喜，我觉得很感动，然后很谢谢大家，谢谢。整场演唱会高潮起伏，并换上新的造型，将灯光秀和夜店摇滚做结合，与舞者们带来重金属灯光秀。演唱会来到尾声，B从升降台下缓缓升起，自弹自唱《你给我的爱》，并搭配一封给歌迷的信，献给一路陪伴他的粉丝。永远在
场耶、其实跟弹吉他表演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更有觉得更有温度，更有感动。大家刚刚在荧幕上看到的字都是我回到家准备这场演唱会，然后洗完澡真的是穿睡袍，然后就坐在钢琴上面练的时候的一些画面。对，就是想象着这个今天的这个舞台，非常的感动。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刚刚演出的。毕一连演唱五首安可曲，每一首都有着不同的意义。我想你了，唱给鲜少联络远在大陆的爸爸；韩文版的 What Can I Do 送给最爱的妈妈 ；Love More 则是感谢来台湾这十一年所得到的爱。唱了送给宝宝的歌，那我今天还是要唱我送给妈妈的歌。我妈也在现场，妈咪，妈咪，아우리가많이쁘다엄마너무고맙고우리내동생서영이도너무고맙고우리친척형우리친척누나연주나진진형그리고우리사랑하는조카시안이오늘와줘서너무고맙고这首歌时，一直都很疼爱 BF 家人的 B 也好康大放松哦。
最后，毕收唱了全新未曝光歌曲《Missing Christmas》，当作圣诞礼物，配上满天纷飞的雪花和空中飘落的亲笔写圣诞之跳，让全场粉丝一起度过一个难忘的十二月。